边都可以选桌上的。完了，我知道他要选哪一只了，老板。我知道，我也知道要选哪一只。你觉得是黑人还是白人？他应该会喜欢黑的。是啊，对啊，比较大根。可是他那么白，我觉得选白的比较好看。我也觉得。那就拿走了，就是他。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拿那一只。靠腰。好。拜拜。你不要再放在下面，不要在那边撸了啦。很大根。赛手很喜欢。该走了。在各位啊，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哇，今天不拍夜市了是不是？哎呦，先来找陶哥。哇哇哇哇哇哇！陶哥，陶哥，我们今天不拍夜市哦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先讲。哦哦，这个是什么鬼？库洛米啊。库洛米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新北市一个很屌的夜市，真的吗？它这里超级多玩的东西。啊，你为什么不加近一点？你要加这么远？哪一个啊？这个？对啊。它夹不起来啊！你看，那是不是不要夹了？好了，它是库洛米。哦，哎、欸，有变近哎，还有吗？哦，啊，要换钱呢。再来。哦，好好，等我一下。这样 哦。好了，是不是没了？你打错了，可以开场了。你看这怎样了？还不开场了？我想要有一个库洛米。你开场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心如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树林新人夜市。我告诉你、哎，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，可是它好像很久了。可是这是我最近发现新北市一个有吃又有得玩。的好夜市，对，没错，一开始就输了快100块的夜市。但我必须说，这个夜市很屌、欸，你自己看那边。对啊。它竟然有碰碰车哎、欸！哦，对对对，还旁边有碰碰。而且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它前面还有那个海盗船，然后还有什么弹跳床什么之类的，很像一个小的游乐园。对，然后重点是它感觉又超多吃的，有一点期待。虽然今天天空不作美，好像床上睡。是这样唱吗？你刚刚是那个是走音还是破音？先来吃一些东西，我们待会再去玩玩吧。OK， 我们来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。Go go！ 你不要在那边玩了、啊，你要被喷水，我跟你讲。喷水耶！好的，来到了我们的第一间，这间叫做贝哈哈。哦，卖很多东西。这感觉就超好吃的，想吃什么？盐烧甜虾。还有生蚝哎，生蚝，我想吃生蚝哎。日本生食级生蚝，好像不错哎。你要哪一个？这个生食级的怎么样？好，来了。我们酒香枸杞，哎，它超快的耶。哎，我觉得这间蛮酷的，它就让大家当围着它绕站着吃。其实它有站着，好像也有坐着，坐着大排档。哦，是两个就不一样的。分开的，对。哦，那它这间蛮酷的，都用站着，很省空间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超好喝的，它的酒气很刚好，然后又带出就是蛤蟆本身的甜味，而且通常像这种我们去外面买，他们的那个汤其实都很少，然后可是它这个汤很多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夜市最棒的地方是下雨天都能逛，哦、因为它全部都是盖起来的。我们来的时候暴雨快吓死了。嗯，哎呦，来了这个生蚝。欸、这生蚝可能你要先吃，因为看起来很厉害。如果不新鲜的话，我会怕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了，观众先吃这个生蚝，沾一下，我就直接了。好，好吃，但我觉得你应该会小怕，但你可以吃一个看看。欸、其实还蛮贴心的，哎，他都把那个都已经弄好了。瓦莎比加多一点。哦，好爆汁哦，还不错，但是我有点怕，对吧？就跟我讲的一样吧，你要那种完全七烟呢？对，我要完全就是那种非常新鲜的那一种。对对对，这个它算新鲜，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怕。对，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这三颗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好。现在是等一下就一定要靠一下就对了。有点重，我来切下来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像是那个
台中、一中，然后那种免剥壳虾，你觉得它可以吃头吃全部吗？应该是。你觉得要剥壳？我如果很麻烦，小小只，我是会全吃，除了头以外。我先试试看全吃。OK。可以，可以哦，哇，赞的赞的。它的虾壳不会太阻碍。甜虾有分两种，一种它的学名就叫做甜虾，另外一种它就是很甜的虾。真的啦，我讲真的。那你是很甜的那种吗？我是甜奶，可是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剥壳吃。你不习惯吃这样子。有点懒，还是直接吃好了。这个是个不用手挑战剥虾。对，你会吗？没试过。那我这样子剥完，你敢吃吗？先不用，谢谢。先不用，谢谢。先不用，哎，谢谢。以下开放竞标。这样不吃吗？没关系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真的很没良心哎。为什么？把蟹老板卖掉。虾子不是你。你的话比虾子贵两倍，我只贵虾子两倍，虾子比较好吃啊。这间不错，这间有点推推哦，东西好吃的。对，大家有来的话可以来试一下。嗯，我们下一间店 ，Coco。哦，这间叫做泰爱，哇，很多种哎。鱿鱼很大哎。啊，对，你的背放靠腰，我傻眼。沙瓦迪卡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来到泰国，这里的小哥哥很漂亮。你应该不是 Lady Boy 吧？ Lady Boy， 我有的你也有，我没有的你没有。有，赶快喝看看呢、啊。哇，你后面鲍鱼、嗯。上次的更好喝，那个就是、一般及格吗？你喝。哦，摇打！哇，老板，旁边真的是那个哎，游乐设施。全部都是游乐设施啊，但是今天不能玩，今天雨太大。哇，这边全部都是哎，整排好可惜哦。对啊，不然我们可以听你叫的。哎、欸，他这里有麻辣肠旺鸭血。哦，有兴趣吗？有点犹豫，因为我其实是比较想吃这个。臭豆腐，我也想吃那个，可是我在想要不要吃麻辣的吗？麻辣肠旺鸭血。老板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们有共识，那我们就先吃炸的。如果炸的豆腐是好吃的，我们再考虑点还麻辣的。哎、欸，还不错，有道理，可以，有道理，那就先这样。好。哎呦，又在靠桌子，我在拍臭豆腐啦。嫩豆腐吃臭豆腐。哎呦，看起来很厉害哦。这是豆腐大比拼，冲啊！赶快吃看看，先吃本体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有在下雨哎，雨一直喷进来是不是？那有没有比较不会喷？好像有一点哦。好，可以继续了。你还没讲豆腐怎么样？我人生第一次在室内里面撑伞。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有点荒谬。今日特派员。雨很大，跟来跟各位介绍一下，下雨天如何吃臭豆腐，就是撑起你的小伞，然后唱着 Little Umbrella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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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赶快吃哦。如果你说外皮的话，其实它没有到酥到，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。但是 ，Yep， 它本身臭豆腐的本体里面。蛮臭的，臭到很香哦。如果是以五颗星来讲的话，我可能给三颗星。三颗星哦。对，就是还可以。哎、欸，这里也太多玩了吧！你看，可以摸麻将，然后重点是它的那个都超级可爱的，然后还有射气球。你要射气球？我想射气球。目标的话是这样子握，哦，这是比较重心。比较准的话呢，只要做准气球就可以了，就会脱掉。对，然后就去找这好帅哦！老板，你都这样把妹的吗？没有。啊！啊！你好烂哦！啊！啊！
再一局，还要再一局，一局，你射得这么烂，你还要再一局？太多啦！啊，没了。老板，看不下去。烂死了！中午还是有受到啊，觉得这里要准备多一点钱哎，来这里，因为有得玩，对，这里超多玩的，好像很好玩。对，我们可不可以再下次再来一次？好，然后我们单纯来玩啊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就是来个什么1000块可以玩夜市企划，还2000块，感觉你需要2000块，因为你刚刚都射不到。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我在上头，我觉得2000块一定不够我。好，那就2000块，下次再来。来到了下一间，为什么叫石头饼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之前有吃过一个那种软软的厚厚，那叫什么饼？好像是叫煎饼吧。煎饼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反正就夜市可能看到一片的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长得不太一样，因为它的那个皮感觉比较薄，然后而且它口味也比较多。重点是我觉得老板还蛮帅的。啊？老老的有味道。哦，不是。你现在下雨天很大声，然后你又在那边变小声啊，我根本听不到。我不好意思大声夸奖别人，我是听的人，就是比较，比较内向一点。笑笑。喂。人比呢？要给我发出鸭子叫。我觉得你就是看不起别人夸奖我。没什么东西啦。刚刚老板娘夸奖我可爱的时候，你就不拍。啊，就刚好，我怎么知道他要夸奖你？我也可以夸奖你啊，你好像乌龟啊！你才像乌龟，你全家都像乌龟。吃看看，我感觉比较薄哎。哎，它真的比较薄。吓到我！怎么样？哇，长得太可爱，吓到你了。它是什么味道的？不是你之前吃的那个，它那个皮就很厚厚，然后又。软软的，对，我觉得不好吃，但这个很好吃。它这个是它的饼，它是脆脆的，然后皮又不会太厚。然后重点的是它的巧克力不是那种太甜的巧克力。哎，我不喜欢吃你吃的那个，但这个我喜欢吃。这个你可以是不是？好好吃哦，那我自己一个人吃一个都没问题。不要跟我抢，这是我说要吃的。哎，红茶清冰。然后在最近的对面，老板看到这个。红茶清冰，它既然叫红茶清冰，那就要喝它的招牌。我要一个红茶清冰。太矮了，还有垫脚，小矮人。我一算，所以里面那块是清冰，是不是？就是那种用香蕉水做的清冰，然后再来是它红茶本身没有很甜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刚刚是那个很甜，然后所以我喝这个就是没有甜味。它有一点点像香蕉水红茶，听起来不是很好喝，但是很古早味。我喝一口看看，我帮大家鉴定呢、啊。不要啊！你刚刚我要解释的时候，你给我卡掉。没有啦，没有，你很可爱啊，很小只啊，最可爱的、最小只的乌龟。哎、欸，你这样翻更像鳖了、欸，像前几天去吃夜市那只鳖、欸。你太像。爹，你现在都像爹，你喝尿啊！你要喝什么红茶清冰啊？哎，它的娃娃超大的，你看有那个大香蕉大鹅。哇塞！好可爱哦。要玩了？想玩。那你再玩一局啊？不行，我受不了，我觉得我下次我一定要来，还专门。要。嗨。太可爱了。他叫你吗？对啊，刚刚叫我。那你是要过去关照一下？好，那我去玩一下。你都叫我了，那我一定要来。好，那我先射一杯。他刚刚才去射过另外一摊，然后没射到。哎呀、啊，很烂。那我先教你，来，我教你一次就过。我们这样子拿标，三只手指拿铁的地方。这样。好，你看着。好，拿好标。那你看我。我这样子对到气球推出去，手打开就好。啊，你要有个力气，直直的往前推就好。好。先把标放下。你练习我刚刚那样子，推出去，手打开。啊，不对，你手要推出去。对，你翻过来一点，对这个。等一下，等推出去哦。老板，你可能要退个3步哦，因为他会。屁呀、啊！我没有那么危险吧？哎、欸，对，可是我瞄那个。对，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没有用力。
你稍微用力一点，让飞镖射直的你就中了，一样。再大力一点。我为什么？那也没关系啊，你就往上瞄一颗啊。你看我射的姿势，就这样推出去就好。老板你好帅哦。其实这个不够用力。你是手劲往前，那手劲在往前伸。好吧，我比较重，我往前一点。好，等一下。你怎么这么烂啊？好烂哦。都那么近了，应该可以吧？很棒。为什么？很烂啊！快点！快点啊！你不要吵！快点啊！可是你不要吵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真的很烂哎！你真的很烦，你不要吵我！拿出你那个乌龟精神啊！我靠，你一直上天！为什么？因为你射上面，然后上面掉下来，然后打到下面，是这样吗？我再给你一只的机会，如果你射中的话，桌上娃娃让你任选一只。好，好，加油！一只哦。OK。哎呦，我想说你不会中，我没有拍那个射的话。我觉得谢谢老板。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两层地垫过来到这边都可以选桌上的。完了，我知道他会选哪一只了，老板。我知道，我也知道他选哪一只。你觉得是黑人还是白人？他应该会喜欢黑的。是啊，对啊，比较大根。他那么白，我觉得选白的比较好看。我也觉得。那就拿走了，就是他。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拿哪一只。靠腰。你也好。拜拜。你不要再放在下面，不要面撸了啦。很大根。靠呗。打扣啊。啊？打扣啊。哦，没有零钱。我要踢派哦！为什么我没有打扣？刚你嘛是没修不后悔哦。刚刚买你这杯红茶花掉了啦。你嘛踢派哦！踢派哦！这赛手很喜欢。该走了，下次再来。哎呦！不要在那边一直插在前面。打住！打住！打住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太厉害了！握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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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米派，耶！还不会抢哎，打住你好可爱、喔。好了，没了没了，不想屌你了。小姐姐，给亏吗？真的哈、哦，不能让这个女人来夜市拿到长条屋。为什么？她一旦拿到长条屋，就会呈现这个状态。小姐姐，给亏吗？我有大鸡鸡哦。我觉得啦，今天差不多了，但你可以去挑个最后的吃的，我们就来可以收尾了。好。这个要不要泰式煎饼？老板娘蛮漂亮的。你想吃老板娘吃香蕉？吃，反正不要吃这根就好。你怎么知道、哦？你真的很喜欢买长条屋哎。好吃，一直吃，好吃，一直吃。来了，碗比你的长。哎、欸，我之前一直想要吃这个，一直没有吃过、欸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其实我也没有吃过。吃过它就是马铃薯，然后弄开的薯条嘛。好长哦。吃看看。我现在不是没有手，我真的很想给你从那头扒下去。我跟你讲。看你老师。哦，脆的，哇、哦，脆的哎！看这个，哎，长得比较卷胖的马铃薯片，但它有一点干。那我们赶快走吧。我今天不尽兴，我下次要再来一次。下次直接来玩，可以给你玩一波大的。边吃边玩，但以玩为主，但还是要吃，没问题，因为还是有很多东西我都还没有吃到。好，没问题。在台北，我觉得目前逛起来，我觉得最有兴趣的了，应该是吧、嗯？对吧？对啊，你这个人蛮明显，蛮现实的、啊。那个不好逛的，你就是那个脸了、啊。今天很好逛，你就很开心了、啊，你像小朋友啊。蓝三岁，反正
我觉得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，我今天逛得蛮开心，吃得蛮开心的。Yep. 那主要它这边就是分两边夜市嘛，一边就是这种小吃店最多的，另外一边主要全部都是餐厅。然后今天有点可惜，我玩得不够尽兴，所以我们下次一定要再来。好啦，最后以上大家来新人夜市都吃些什么，玩些什么呢？以下留言推荐给我。好，影片到了最后，别忘了帮我订阅一下，关注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订阅一下我的 IG 哦。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好呀，我。